茶百道新品，一个是啪啪杠上花，还有一个是属实啪啪干，这俩名儿起的倒挺好听，感觉差不多呢，这俩。这是杠上花，尝尝这个属实啪啪干。没咋喝出来区别呢。我看看这个怎么事儿？这啪啪杠上花是白皙柚、啪啪干、桂花糖浆。这么一说，能喝出来点西柚味儿。然后这个属实啪啪干是啪啪干和香水柠檬。根本喝不出来区别。还行，反正挺解渴。要说多好喝呢？也没有，拜拜。